现在凌晨2:20，推着行李去机场和我朋友会合啦。为什么要跑？为什么我的朋友需要跑？在后面。然后还要拍照，就这样子站着很久。等上飞机一直讲没有 luggage 拍照拍不到，太麻烦了。有声音的没有？现在很多人不能够上，只能够等。嗨，到了到了，哎，拍不到很好看的照片。什么疑问？有多开心？看不到手要用手这样子有 focus 吗？手要这样子人家介绍的没有 focus。 然后有大屏的就很便宜，他才等下要介绍 ML 先，人家不懂的没有写 ML 还是我看不懂。 850cc、oh, CC 然后就随便啦， 850cc这完全是我害怕的咯。黄色，第二层黄色，黄色，黄色，连下面全部都是黄色。他最讨厌的黄色，黄色，好吃的，我最爱，因为还有 cookies。这个是 mixed berry， mandarin berry， 这个有 black currant， 那这个我朋友讲好吃的。Three， OK， 不会读泰文。嗯，很多种类的。为什么还是有香蕉跟芒果 ？Mint chocolate 呢？哇，走了30分钟，就是为了吃一个很好吃的午餐。我要到这一个，我要去看看有什么。
塔是漂亮的，已经进去了。还要再走，要吃一餐听说很好吃的，可是我们已经走了半个小时，从 hotel 到那边要走路半个小时，以为很简单的，可是我觉得等一下应该不顶了，你坐车子回 hotel 了，日到半死。这是很多电线，看很远看是很美的清真寺，我们可以进去的嘛，我不要 Masjid 很多旗，电线太多了，我们还要再走。我记得有看过一个文章，他讲100个蜗牛去旅行，99只蜗牛是坐巴士，然后一只蜗牛走路，所以那一只蜗牛他就看到了沿途风景，坐在车上那边的就错过了，他们就很轻易的到达目的地。但是我等下决定当个坐车的蜗牛，还要走3分钟才到那个地方。哇，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前面没有路了，然后后面是这样的，哇，好厉害啊！希望它是个隐藏的美食馆。Menu。那我们现在还要等那两个朋友来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吃饱了，继续走。可是我们想要找一找车子。等等，全部的。我们上到 bus。bus。bus。他不讲说。2:30，我们3点要出发去卡拉比的市中心报复。刚才下了一阵雨，现在出来这个奥浪街道，然后打算坐车去卡拉比 night market。我们好不容易上了车，竟然下雨，是突然来的雨，全部人是没有准备的，而且突然间下好大哦。OK， 我们到了 Krabi 塔，我们现在要去一个什么名字我忘记了，Wakukowaralam 是一个白色的建筑物，那路灯是蛮漂亮的。到了耶，我还以为要走很远呢。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白灵宫，后面就是刚才去的地方。再想
见你啊！哇，想你了。早出门去爬山，希望今天也没有下雨。早上八点，马路上很少车哎，巴士都没有。OK， 我们到达，再找入口。因为听说有1200多层的楼梯，可是看不到哪里。是上去吗？现在这样的天气应该是好的。我们到达了入口，这边就是1227个阶梯的入口。我们先要去前面拜拜。哦，现在挑战开始，看起来那个路好像不好走。不要不要，我们下来了，真的是一下子吧，全部汗是用滴的，没有走完，走到200多300就恐高，然后不能再走了，因为梯级太小，太陡太斜了，所以变成不敢再走。后来我们就看到有两个男人从槟城驾车来卡比，他们说他们从那边时间是8点，来到这边时间是4点。我妹妹12月跟她老公驾车从家乡去到槟城，再从槟城去到海亚，再从海亚来到卡比，他们应该是可以的。带着两个小孩子，1200多级，以为很容易走，因为看到很多年轻人跟老人家都在上去，然后我已经下来啦。原本准备好了的我没有上成，因为恐高，结果他是担心体力嘛，体力没有说消耗到他想放弃，结果想放弃的人是我。现在时间是9:28，我们要离开，走吧，走。我们没有办法攻顶，配合你，因为恐高啊。建好之后应该更美，很美的天气，但是我上不到。Google Map 说，从刚才那边拍个 cave 跟 Big C 的距离是3km， 要30分钟。我们都非常怕下雨，结果我们用了差不多15分钟走到来啦。这种买完了，叮，他一个人的，我的没有，我这样子看不是很多吧，其实洗了澡出来，下雨，现在我们去吃午餐，上面就是泳池。好了，我们到了传闻中猪肉包的 McDonald's。 我觉得它比马来西亚的太大了，这个是我们那边大的，这个是 XL size， 这是我们吃大 size， 这个是我们的超大 size。 猪肉包有这个很多，
下大太阳，吃完了麦记的猪肉包啦，薯条很值得吃。现在我的 group member 都没有想要动的意思，尤其是我很不想动。现在是5:30，还没有很饿的感觉，可以不用吃晚餐。结果5:00早上又去 7-11， 哒哒，买了这么多，他也买，哈哈。跟朋友分开了。